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西奇单元》节目。为您带来的是2013年全国夏季甲级联赛广东 B 队夏季队主场对北青队的一场对局。那这场对局呢，是来自广东的大师许国毅，是先队来自北京来的山西大师张强。那我们先进入到实战当中。这盘棋呢，是2013年全国夏季甲级联赛广东队的夏季队，主场对北京队，的加赛的第二盘。也就是说呢，这盘棋呢将决定广东与北京队之间的一个胜负。因为这盘棋如果是红方许国毅取胜的话呢，那将会广东队呢将会战胜北京队。反之黑方张强大师呢，如果是和棋或者说赢棋，那北京队呢将取胜，将战胜广东队的下棋队。所以这盘棋呢也是说非常关键。赛前呢两队的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理想。那广东队的夏季队呢，只是取得前五人中呢，取得3胜2负的一个成绩。北京队呢，也是取得了一个2胜3负的一个成绩。那这盘棋呢，也可以说呢是两支老牌劲旅的一个对冲吧。如果谁胜谁负，那可以说呢，对夺冠呢也是将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既然其现在呢，下到现在呢是变成了一个中炮，对反攻嘛，那我们亲密朋友可能也很多都了解了，黑方，北京队的，应该是主将，兼主教练的张强大师。张强大师呢不单是现在是北京队北京体院副院长，而且是北京体队的教练兼主力队员。那他还是中央电视台中央舞台的一个电视一个深受亲密朋友喜欢的一个节目
后手布局呢，就是一个反攻吧。无论你是什么什么棋手，或者说你准备过或没准备过，反正你只要先跟他下中炮，他肯定是用一个反攻马来应付你。而且这个反攻马呢，也可以是说它是一个杀手锏，胜率非常高。那北京队呢，这盘棋呢是抽中了张强大师，广东队呢是闭关下里的抽的是许国立大师。那说了也有趣，许国立大师呢，在我印象中呢，象甲呢，加赛快棋呢，好像是只是记盘呢是第一次抽到，所以呢难免，而且是现在是加赛第二盘，难免在心理上呢压力是非常大。在对局中呢，我们也看到，许大师呢在这盘对局中呢也是暴露出了他加赛快棋的经验的一些不足。那他现在选择这个攻法呢是，你看是这样的。他选择一种攻法呢，是相在这个局面下相对比较少出现的一种下法，就是五八号过而居。攻反攻嘛，在我印象中呢，这一手攻法呢，应该是在90年代末吧，90年代的时候还是很多人提出采用的。现在来说呢，现在这个采取的攻法攻马呢，更多呢是五六炮或者五七炮进三兵。那可能呢，这个五八炮呢也是许大师在赛前呢准备好了，因为毕竟呢他也是知道可能会无论是下马棋或快棋，都可能会抽到那个张强大师，所以呢，他这个下法的准备，那这个效果究竟如何呢？我们看一下实战，他的推理，很正常一个下法，你不可能让红方炮。炮火平我打中兵，马进七，象三进五，兵五进一。这个下法呢，就看得出了，徐大师呢，这个棋呢，不惜以这样的一个下法。不顾一切反正呢这盘棋呢和棋呢是被输起来，因为红方已经没有资本再和棋了。根据规则和棋呢是黑方客队就是取得胜利。所以呢他选择兵五进一呢，希望呢
八路炮、中炮加上这个三路狙，然后有中路发起进攻，那这个作战四个失误呢也是非常正确。当然，如果你笑我一眼呢，也可以选择炮平右，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炮平右呢，就没有攻击性就不是很强了，因为始终你有炮八进四呢，是想夺红吧，黑方这个中兵。那你炮平六呢，无形中呢，这个炮八进四这个效果呢就体现不出来。选择兵五进一呢，在这个局面前呢，也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这个主席经理呢，可能有些亲戚朋友呢就觉得好像这个局面在哪里见过，这个局面就有点貌似就是中炮过狙击，过狙击从中兵给平攻吧，的一个局面。现在这个局面呢，现在看上去呢，黑方呢也是通过运用这个主棋进行这个手段来打通黑方这个红方这个三路线。红方肯定不能去实行的有炮了推。假如黑方这个时候直接选择卒为精一呢，那由于少下了这个卒七精一呢，总体来说呢，这个感觉呢，好像呢这个子玉呢写的信还不是特别好，因为红方可能会选择军事进来捉，你不能推一把，他有个套打底线，套打中下棋。当然，抓红方有没用处呢？也不见得说特别有用处。黑方可以抛弃平的，这个局面就是这样的局。但是呢，黑方这个卒七进一呢，在这个局面下呢是下的更好，因为卒七进一呢被红方秒开，如果你兵五进一吃下去呢，那我主席进一吃，那就会形成一个大家红方有中路进攻，黑方有七路进，有侧面进攻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呢，跟平攻吧，还是挺相似的。但是呢，这个局面下红方，也可以说这个把握，应该不是把握性特别高，可能呢这个棋呢，严格说黑方呢应该是优势，所以呢。红方这个时候呢也是下的比较稳，红方选择一个兵三进一，这个下法呢也是很正常的
记忆。那我妈这时候你肯定不能去射精了，因为有个炮击进射打晕了气。那这个气呢，可能呢在赛前呢，去回答是呢，可能在备战方面呢也没有材料特别透视。所以呢这个局面下呢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当我打完这种谱的时候，我觉得红方呢好像貌似好像在开局上呢也没有下出什么致命的怪招。那为什么这盘棋黑方的下人呢成功呢？那首先呢也可能是归结于在家老师呢在平时在对这个反攻马的布局呢也是拆解的非常透彻的，所以无论你是用什么进攻手段用什么套路来进攻，他都总有自己一套独到的一个防守一套应付的一个下法。所以呢现在下到这个局面，那我相信呢也是在张大师的已经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局面下。因为这个局面下看下去红方是多一个三路兵，但而且红方这牌的局势平清吃兵的也起，但是由于黑方这个子力呢隐约约的有一些一个反弹的一个形式吧。因为红方这两个炮现在这八路炮跟五路炮呢这中炮呢并没有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而且有可能会成为黑方这个攻击的一个目标。中炮、八路炮这两个炮都会成为攻击目标。那红方现在下什么？红方现在选择的局势平气。红方在这个局面下呢，其实呢也是失去了一些一个作战的公式吧。因为局势平气之后，看上去呢好像呢是先手吃兵，是吧？黑帮局势比局平三。黑帮现在需要缺两个兵少两个兵，但黑帮这个子力也非常好。红方顺手不下，一般一抓。下到这里呢也可以说呢对于黑方这个何其单赢这个一个心态下能够下到这个局面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严格的分析这个棋呢，假如是下慢棋的话呢，这个棋应该也是黑方好下的一个局面，况且是快棋，而且还况且是在和棋黑
的室内的我是在我印象中呢，在加塞啊，像加塞快艇呢已经不下五六次了，应该是前在我们两三年之内可能已经不下五六次，而他对手呢只是第一次加塞快艇，所以呢这个局面下我们看到了，这立刻就看得出这个经验的问题了。红黑红黄啪啪推了，红黄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选择炮平六的话呢，那黑方呢可以选择首先可以选择，如果稍稳一点可以选择马七进五如果你这样交换下来的话呢对和棋黑胜的话呢一点难度也没有。红方呢可能这个时候也是觉得说，那我躲炮的话马七进五那要取得胜利没什么机会，所以他选择一个炮八推了。那这个炮八推了呢就是马七进五